帮忙。印象派的，开玩笑，是不是？对对 对, 對。为什么要想要这样？那请问他表达什么？爱国，一定是中华队加油啊！国庆日来了之类的，中华队加油，中华队加油啊！哈校园加油，是不是？还是冯玉刚加油？什么东西？完整版好想拍荧光彩绘，因为我前面的剖图是好像有点点类似，这么爱国，可是没有拍满。这好贱，这么爱国，不寄给马英九看啊？哇塞！我跟你讲，接下来这张厉害，哎，这一张最爽的是另外一个人，不是他，嗯，刺青师傅爽的哦，哇塞！啊，胸胸胸胸部，我长大也要当刺青。为什么要画胸部？看不见，为什么要画呢？因为其实我还蛮喜欢刺青的感觉。那你的，但是不能刺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拍照就是或者是广告不方便，不方便，是哈。接下来这张，猜猜这是什么？我比哦，干爹，可以呢。他真的看的时候还好，但是拿起来拍真的是蛮……不，那根是什么东西啊？那根雷茶棒，山药雷茶棒，雷茶。所以你拍的时候就这样放的，对？有没有这样打脸？我就按摩一下，对嘛？吹一下气。接下来给各位介绍一张哦，这张也是可怕的哈、哦，这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哇塞！今年剩下五天，想好去哪里跨年了吗？小爱，爱干嘛？这张，我这张还好吧？我们国光女神在梦时代开，在梦时代开唱。对啊，想说有。你为什么不能写一下康哥也在主持？没有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你们，所以想说就是讲一下国光女神。你应该改一下，现在跨年了，你们想好要去哪里跨我呢？我到底弄成这样，是活动做完了回到饭店，还有五天，有还有五天啊！这张你跟五号有什么差别？没有，哎，我这张是若隐若现。这一张就知道说他圣诞节是若隐若现啊，很开心，因为26号嘛，12月26号，24号完了，25号还没回家，26号回到家累成这样，对，衣服都不见，搞到黑眼光了，你看。可是我觉得他这一张要是屁股能够翘起来，是这样，再高一点，对，再翘点，看得到。哎，这张我只穿内裤而已吧？可以啊，穿内裤可以，就穿内裤。这是头发哎，上面是穿很短的背心，然后就内裤趴在那个沙发上面。是是是，我觉得屁股有撅起来，然后磨来磨去，对，干嘛磨来磨去啊？没有没有就没有，我只是想知道一下当时的情况。哎，屈哥讲的都把他留下来，等他女儿大了放给他的。留下，他有四个要放四遍。没有没有，我以上六张说真的都是这个所谓PO出来的照片里面是一时之选。嗯，对对啊，这个谢谢你们啊，谢谢，因为这个有你们，世界变得更光明。对对，世界变得更精彩，他们很伟大，好不好？希望你们再接再厉，拍出让我们。更有那种上天堂感觉的照片，对对对，那就明天拍嘛，好不好？现在带你们去拍，好快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谢谢六位美女参加国光帮忙，谢谢。